啊，有了有了，今天有丢垃圾，谢谢 YU 的不可以色色。晚安，谢谢冰色写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你的运气也太大了吧，对吧？谢谢陆克的四叶草，陆克我想你，我也是。可爱美丽温柔的陆克晚安。怎么突然对我这样？晚安，脚还好吗？你说这个淤青吗？给你们看哦，超黑的。我昨天到家才发现，因为我昨天穿长裤，所以我都没发现。我一脱，我脱裤子的时候也没发现。然后就我到家换短裤，然后我妹就发现你脚怎么了？想说我脚又怎样吗？结果看到这么大，超级大的淤青。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原因。练习瘦身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应该不是，但是应该是对培训的时候是这样的。不会痛吗？还好，压，可能就是用力压就会痛。阿奇晚安，谢谢卢克的一封信，很大吼。Cody晚安，不知不觉的撞到。应该是培训的唱歌培训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跪着唱歌，应该是那时候。有没有冰敷？有啦，只是有效吗？谢谢雷军的包包。Echo 晚安，我也想你。浩一晚安。对，如果什么都没有做的话，不会痛。好棒棒，晚安。卢卡晚餐吃了什么呢？今天自己做的，对。我今天又吃了炒猪肉，最近很忙啊。但明天的练习啊，明天上午的练习被取消了，因为是台风的关系。晚上我就不知道。揉开，有人说不能揉开耶。First 晚安，摸一摸会痛吗？用力摸会痛，这种不能摸。对啊，明天台风不用出门吧？我也不知道。罗纳德晚安 ，Derek 晚安，太好了，放台风假。北极熊晚安，最近风雨太大，少出门比较好。微信可以热敷，羡慕台风假。明天还是要上班。昨天晚安，谢谢送会员票，但我明天要出门。还是天下雨天，要会好的时候才能热敷，可以多吃九层塔，可以去浴，对的。离职了不用上班，大家辛苦了，明天要上班的加油哦。Echo 谢谢送我泡泡，昨天比较是蓝色，现在是紫色。黑黑的，可以去淤青的意思。OK， 九层塔、哦，我自己是不会吃的。哦，谢谢 Legun 的啾啾你。还好我今天下班后就放假。笑笑晚安，好好。只是好像很恐怖，也不是不爱吃，只是不会自己买九层塔吃。就是不会买九层塔这个菜，对。九层塔可乐果，今天是周年抢票哦，大家抢的怎么样？九层塔当配菜我都挑掉不吃。CJ晚安。超爆严重的淤青，博成晚安，我家都在阳台种哦，是哦，站位吗？每次都不一样，我真的只能这样讲。卢卡这几天忙吗？很忙。那我站位好难哦，我也不知道，上次你们觉得我在哪边比较多？房 meeting 买好了，开心。
还是靠大家抢 VIP， 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的淤青还痛吗？嗯，就是用力摸才会痛。第四周年也剩下三周，右边吧，上次有两边都有。对呀、啊，其实真的两边都有。你上次也说右边，你们的右边吗？可能是因为喜欢你的关系，我因为喜欢你就不在右边呢。在我脑海里比较多，恰恰哥你好。我抢票的时候我被叫进录音室，虽然也没差，但左边也有花道。对呀、啊，都有啦，都有。这次该抢什么花道？这次抢票也很激烈。听说，嗯，其实还是很多没有，还没有，不是很多首歌还没排位置，所以我还不能讲哪边比较多，嗯，应该说不知道，对，这次 VIP 到 K 排，但跟上次一样，还是尽量坐中间比较好。还没练好，几乎没有啊。但是上次就是 special concert 还有什么的一堆事情，后面一堆卖不出去的 VIP， 中间是花多少钱？看来坐中间，当然最好是中间呢、啊。我这次好像偏右边，其实也 OK 啦，只要是前面一点的话，应该不会挡到这个问题。今天风好大，我现在没有开冷气，就是用外面的，打开窗户。嗯，其实我还蛮喜欢台风天，如果不用出门的话，省电。每次也很难选择要坐哪里，所以你在哪也没差。对啊，上次强哥选到的位置不是被移掉吗？不是被移到吗？我的 I2021 在花道前面。今天蛮凉快的，昨天也很凉爽，这几天确实比较凉，超开心。台风如果不用出门的确很凉，我也喜欢下雨天，超爱的。外面风很大，对，挑阳光，晚安还是三晚安。要记得收衣服，阳台要关好。哦，对，只好把边边卖掉。エアコン消してまだ開けてラッキーって感じ。ね、嬉しい。原本的位置也不是我刻意选的。是哦，不然碰脚会跑出去。但是要出门，这种天气很……对。啊，我跟你们说很难过的事情，发生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呢，我坐客运。客运座位通常不是有那个可以放东西的口袋吗？应该说前面的椅子的后面。啊，我很不会解释，就是椅子，很多椅子后面不是有那个口袋吗？忘记了。哥千万我也想你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放植物的小空间。我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大概11点还是什么，对，差不多晚上11点的时候我就搭车，然后我把雨伞放在那边，然后就直接下车了。然后我就跟那边的公司的打电话问可以帮我找吗，然后说对，这是前天发生的事情。然后昨天我有收到一通电话，他说没有找到，超难过的，折叠伞呢、啊？对，没有找到。话说你最晚到几点还有车？看要搭哪一种车，最早的可能就是十点多就已经没了，对，比较晚的就是。
一点多还是有，但是一个小时一班的那种，而且不会到我家附近。可怜的雨伞，对呀，折叠伞啊，我真的超级超级难过。不用担心，你下个月会收到很多雨伞。啊，所以我今天又跟他们就是联络了说，我昨天不是我昨天，我那一天是坐大概这个位置，然后我把雨伞不是放在桌上，不是放在座位上，是放在那个口袋里面。对，我就担心上次帮我找的司机就不知道我到底坐了哪里，然后就没有认真找。对，所以我就这次就指定位大概的位置。我就跟他们说，可以再帮我找一次吗？这样，对。但今天目前还没有收到电话，所以可能还要等一下。嗯，会不会被隔壁耳机扇拿走了？没有，我隔壁那时候没有人，不是半夜也能回家，就是，可以是可以，可以到我住的那个地区，但是从那个车站到我家走路要半个小时。对，司机还没看到。嗯，卢卡不会介意收到伞，我已经收过啊。不能送伞吗？台湾是很特别的伞吗？我很喜欢的伞，可爱的图案的，对。还有雨伞呢，有是有，但不是那个伞。以前我坐客运掉过钱包跟棉被。希望你也可以找回来。对啊，是有贴姓名贴？没有，我没有贴。君について見れば見るほど振り難しそう。そうなんだよね。だから簡単な振りでも、うん、覚えることが多いから、あとあのそのなんだ変なとこで動くみたいな。棉被是什么状况？我也不知道。大概是司机没有检查到，我也觉得，所以我又跟他。我再跟他们联络一次。对，但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时间过越久找到的几率越少。对，我其实发现的很快，因为那班是末班车，后面没有人搭，然后那天就是差不多凌晨12点多就传个讯息，然后隔天早上他们说有看到我的讯息，他们说可以帮我找，然后那天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吧，我就收到电话说不好意思没有找到。对，对，我那时候只有说雨伞长怎么样子，我没有特别说我大概坐哪里呀、啊、什么的。嗯，风好大、哦，对呀、啊，我半个小时已经不算附近了吧？对对，但是至少可以到我。住的那个区，也不是隔壁区，还是很远，但是至少搭进程车不会超过很贵很对、啊，不会超过四个字。习宿是建议不要送伞，是哦。如果有在 Ubike 篮子掉过东西吗？不要再讲了，我的外套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就不见了。而且是一年前吗？忘记了。叫棉被放客运行李空间哦。小徐晚安。因为伞是分开的意思，所以一般不会送人。是哦。好，我是日本人，我不会介意这个。对啊，可能想睡觉，然后就忘了。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。嗯，之后都会提醒自己下次要拿行李。对啊，折叠伞呢？
应该要说一下座位，对，所以我后来就传个图片，然后就说我大概坐这个位置，然后雨伞是放这边哦，是这个空这个口袋里面哦，不是放座位上哦，这样也不用说太仔细。对呀、啊，刚刚为什么有人这么仔细的听？其实可以不用解释吧。那听起来感觉是被拿走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做你的外套，伞的日文卡萨。我在 UMAC 篮子掉的东西可以开展览会。如果开下个月可以收到一堆折叠伞。谢谢亮克的魔法棒。谢谢雷军的闪光星星，我刚送闪了，啊？什么意思？谢谢送我包包，也希望那个闪找到。对啊，希望找到，找不到我就要哭了。哎呦，所以大家也要小心哦，离开座位前呢，对，一定要检查东西。对，闪光星星。好哦，好幽默哦，呵呵。那把伞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也没有啊，但我蛮喜欢那个伞。自己的东西不见了，一定会很难过啊。还有我的伞上面有绑定位扣，嚯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哦，淤青吗？就是我练唱歌的时候跪着坐，然后就变成这，应该是这样。我那时候穿长裤，所以完全没发现。就是我这样唱歌，哎呀！如果掉在高雄，你会回去拿吗？这是什么问题呀、啊？跟大家复习一下关于你好想哦。阿飞晚安。不过你这段时间大概不会再忘东西，希望是。上次没唱关于你，对啊。我的新买的大伞要1000多，超怕用丢。对，我原本也超级怕，可是我就真的车里面太暗了，然后就离开的时候就没看到，然后外面也刚好没下雨，所以我可能就真的忘记。我曾经把伞丢在台北的麦茶了，还好哭酱帮我去拿了，哭酱好贴心哦，谢谢一凡的一封信。今天会是可以啦，掉到哪我去帮你拿回来。谢谢陆克的一起散步。想要什么样的伞呢？就有 UV 的，有 UV。对，夏天、冬天、下雨天都可以拿到。我不知道我买的有没有诶，是自动的，不是。但我蛮喜欢那个图案，好烦哦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希望真的可以找回来。我都联络两次了，我不要脸的联络两次，说可以再帮我找一次吗？这样。志宏晚安。好了，不要再问雨伞的图案。你想要自动的吗？按一下就会打开的。自动的是不是很容易坏掉？对啊，超级不要脸哎、欸，都被说没有了。但我想说，我的伞一定是放在那边，可以再帮我找一次吗？哎。哎，真的希望，我都讲了，希望可以找到。还好啦，我用2年了，还 OK。这种的其实股价反而比较……哦，是哦，这个我第一次知道。都会整把飞出去，那是坏的。
我的自动伞用蛮久。信仰晚安，不然可以买中干伞的吧。我上次东西不见是直接去客运车站，客运总站上车找。我也好想这样，可是我不知道那台车去哪。现在应该不能这样，说不定你再问个三次，他们就会生一把伞给你。我觉得小米的伞不错用，谢谢小雨的四叶草。雨伞晚推推，司机下车前一定会检查座位，如果没有被乘客拿走，一定还在的。谢谢小雨的一封信，谢谢送包包。现在过太久了，有点难吧？他们真的都不会认真找，我很久以前掉过手机，也是要到总站自己找。了解，对，我也觉得他们，我也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，司机也不知道我大概坐哪个地方。对，我很喜欢优衣库的折伞。上次去桃园阳光剧场被强风吹没有爆掉。啊，ダメだ、暑くなってきた。好热，不开窗户就会好热。我刚刚想说什么是优衣库，是优衣库了吗？那个也不错，谢谢一凡的行李箱。哎，我发现恰恰跟名词多了甜甜圈。开窗通风一下 ，UQ， 台湾的叫法，原来。之前没有吗？什么之前？前 UQ 员工那个真的蛮推那吧？原来之前没有。什么之前没有？什么意思？如果知道 Shadowverse 吗？最近跟奇瓜合作，知道，但我没有玩。那边下大雨哦，应该还好，风太大而已。有下雨哎！你知道现在卡妹出去玩吗？卡妹跟朋友去吃饭了。原本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。走路差不多20分钟吧，可以到的地方，他就搭了计程车。哦，恰恰哥的甜甜圈，哦，对啊，他之前只有恰恰哥。风好大，那个角色超级超风，你那边风好强，对啊，我就开窗户啊，窗户。どうなつけこまえからついてる？あれ？本当？现在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。出去玩，今天不回家。对啊，他说今天不会回来。怎么开心的感觉？当然啦！哎，虽然之后他也之后会变成一个人。卡妹回家可能全身都会很惨，那他回家要小心。其实他明天早上回来还是很。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啊！我发现我的电脑也变湿湿了，我的雨飘进来。好吧，我还是开冷气好了。因为很久以前就加了嘛，原来住外面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去 KTV 还是喝酒什么的，被窗帘打脸。对，我等等可以去载他。什么？你也要去哦？应该是夜场，不是？应该是。
他说跟他以前国中同学，好青春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从来没有夜唱过哎，超级热血。其实夜唱应该是大学的时候要体验到的，但我们家那时候管得太严，没办法。好好夜唱，对。然后现在爸妈都不在，可以夜唱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体力了，没有特别想去。走啊，一起去夜唱。我现在已经不想夜唱了，隔天会累死，真的，我懂。可以约甜甜圈，甜甜圈去。我前阵子才去夜唱，走啊走啊，差点没死掉。不过我根本不会唱歌，等等青春福建哦，九段知道那间哦。以前夜唱可以唱到六点，现在大概两点就快睡着。我懂，这种天气夜唱最适合了。对呀、啊，台风天就是要玩室内的，唱完雨就停。以前夜唱完直接去吃早餐。如果拿到麦克风，精神肯定就来了。我都去听别人唱当分母了，其实这样也不错啊，至少有付钱。知道啊，跟饭圈朋友都去那。是哦，原来也对啊，只有那间才有很多日文歌。我现在跨年也是一律12点准时闪人。年纪大了，什么夜唱完通宵都没办法了，真的。以前我真的很讨厌，有体力的时候爸妈不准，爸妈不在的时候已经体力不行。我同学很夸张，为了省钱去早餐的，早上8点到下午2点，哇，肯定要唱日 K 哦。对啊，台湾的 KTV 真的没有什么日文歌，但是现在的我就不知道，以前。大概10年前的台湾的 KTV 真的没什么日文歌，以前听到放台风假就先开始订包厢，好好哦。上次跟甜甜圈唱歌根本就是喊口，喉咙都沙沙，喉咙都沙沙的。带他去日 K， 开导唱打 call， 可以白天先睡觉，晚上再夜唱。英文歌你也可以吧？只是你一般我朋友会唱的英文歌我不会唱。都日文老歌也不错。没有 Echo 同学是欧吉桑在公园唱的那种。现在泰文歌你也会唱，谢谢笑笑的鼓励。和热迪有次盖都盖久回去，感觉有严歌什么的比较多。甜甜圈好久没唱歌，怀念强哥的代表作。英文歌也不多，害我都没办法唱 Kuwata Kiske 的歌。下下会唱哦，没关闪闪，幸好我想唱的每次都点得到。啊，怎么办？我现在眼睛有头还是眼睛有点晕晕的，是不是铁分不足？雷光闪闪，我之前好像有唱过。又一晚安，强哥那天那首真的很嗨。强哥唱的什么歌啊？好，我去拿 blue。王强。在那个我们家洗衣服的时候啊，衣服都会装这种白色的碗子里面，他就坐在这里那个上面。可爱呢呀，咪酱咪酱可爱，好可爱，咪酱啊咪酱。那你原来是洗衣服的，对。
びっくりしたりなんでここにいるんだって感じでね、あーもちゃもちゃ釣りやーわーって感じですね。かわいい。对啊，现在上面都是他的毛了。怎么这么可爱，风夹？哎，刚才不过一个呢。嗯，没那声音。对呀，好温暖呢。ね、ポンちゃん今すごく邪魔だけど戻るじゃん、ポンちゃん戻るならここいで、ポンちゃん你要回去吗？要不要坐在这？我帮你，我可以帮你搬到那边哦，ポンちゃん。ポンちゃん眠そうですね、まだね。ポンちゃん、ね、行こうしゃ、じゃあおいで、こんなか戻って、こんなか戻ったらね、戻る、あバイバイ、バイバイ、ポンちゃん甘えてんの？ポンちゃん甘えちゃったんだ。好，没事了，ポンちゃん。ポンちゃん回去收到爱心，看到ポンちゃん爱心。哦，谢谢，这是谁送我的？谢谢陆克的红包。嘿，哦，红包已经领完了，可恶！谢谢，这是强哥吗？谢谢强哥的行李箱。对，他刚刚在那边里面睡觉。这不，那不是碰奖的床。哦，补充铁有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吃。谢谢陆克的红包。自从知道爱心后，都一直注意。所以碰奖的，碰奖的，碰奖的屁屁还今天还是爱心的吗？不是爱心的时候有啊，碰奖不是 每天都是爱心。对啊，因为 我们家没有人会吃这个。很少很少，嗯，我们家很少人会吃这个，就是我妹就不会吃。谢谢送我家人，很爱你。我又忘记这个中文叫什么了。有时候碰奖走心，屁股就会裂开。屁股本来就是裂开的。加州桃李，桃李。什么在什么的时候？什么意思？李，对对，桃李个桃李。有诶，那你今度蓋のついたカゴに入れてきて。感觉很痛，有时候变成甜甜圈的形状。甜甜圈的形状。嗯，什么是吃完麻辣锅的什么意思？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我都听不懂哎。王姐，你写的那啥？我那个在哪？我那个在哪？我来试一下。你去那边哪？去哪？去哪？
ちおいでね、ポンちゃんね。私ズボ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ね。ポンちゃん来るならこっちにおいでね。あ、我回来了。什么吃完麻辣锅？什么意思？卢卡音乐剧开始准备了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已经开始练唱歌了。看懂了这个图案吗？就是爱心，爱心加火，可是热情的爱心啊，本家，来下个精灵的兄弟，还没死的兄弟，准备的怎么样哦？目前我要唱的 part 都有顺过，对。台词很多要背吗？其实我发现，就是因为音乐剧的台词比我们的 TP 的歌词比较好记，好记很多了，因为都是讲话的那种，几乎都是白话文。辛苦了，卢卡，加油！对，好像是9月12号开哦。谢谢 Echo 送我告白气球。9月12号好像卖票的样子。他のメンバーのベッドでしっかり飼い主のところに収まるのに、なんでこの猫は違うのかな？ポンちゃん収まってるもんね。露西说就很好背吗？就是，因为唱歌好的地方就是呢，有时候。不知道怎么，有些字不知道一声还是二声还是三声还是四声，但是唱歌就不用管这些，音准就好。啊，对，当然技巧什么就重要，但是先说比较好记的这个部分。对，就是我只要记那个音。只要记那个音就好。没，现在我在微博讲。可以的呢。对啊，就是平常天乐老师的中文真的是蛮算是文学的那种，对，是好漂亮的中文，但是很难，就是平常不太会。平常讲话不太会用到的字比较多。我们不坐第一排，你会比较不紧张吗？不知道哎，看你们了。你们坐哪里我都 OK 的。这样是不是听中文歌跟学中文是个坏方法？天乐老师用词比较难，对，真的很难。你们也觉得很难吼，而且很难记。就是一个音，两三个音可能有很多很多台词。邱延康老师的不是文学的，他写的词比较像，他写的词比较是连一般小朋友，不管是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好记的那种。所以他的词就是很流行啊，大家都可以记。像小女生，对。夏梦之中真的我都穿很少，除了翻译押韵啊，对对对，中文歌很这个很重要，我知道。中文歌很，我发现很多都要押韵。日文根本不会在意这个，但是中文歌好像真的要在意这个部分，对。然后歌词里面还有很多意思，对。我觉得天乐老师很厉害啊，他也想了很多很多，才会有那样的歌词。对，如果真的只看文字的话，真的觉得很厉害，很漂亮的中文，只是很难记而已。おいしいね。
ったね。还有哇哇哇有礼貌耶耶耶，不过用听的有些听不出来，而且台湾很注重听起来不要太白话。对，我觉得我有感受到，日文就没有没有这样的。我也想吃，太太甜，肉泥，空耳超难。我就是看到，你是看到。你够像你是你，凤姐这么可爱呢。いいよ、ポンちゃん。バイバイね、じゃあ。向こう行っていいよ。今天心情很完整。今天爱心真的很完整。有看到吗？刚刚应该只看到一点点。什么时候不完整呢？那日文有没有比较文言的歌？日本国歌以外。想一下谁的歌词比较难哦。像那个东京事变，你们知道吗？东京事变的歌曲我觉得蛮难记的。还有他的歌，那个叫什么YOASOBI 的歌也算是，算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记。还是YOASOBI是难唱不是难记。对啊，有二十应该还好啦。对，冬季四变很难，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难，就是用比较文学一点的歌词，难唱也难记。对 ，AKB 的歌真的是在日本全部的偶像里面真的是最好记的。啊，ヨネズケンシ也是，对对对对对，ヨネズケンシ他的歌词很难，应该说对，很难记又很难，可能要就是想一下才会知道那个歌词的真正的意思的那种。旋律蛮好记，日本也有咬字不清比较有啊，我是想不到哎。东京事变里有很多汉字，对，就是一般讲话不太会用到的台词。Lemon 还好，就是 Lemon 算是比它用比较简单的。有些是 Gage， 像是什么 Snow No Waxe 什么的，超难。它变成 V 加的，它做 V 加的歌的时候用的歌词用的单字比较难。对，是不是我太久没看 Luca， 怎么对头发感到陌生？欸，真的吗？还是我好像有剪一点点刘海，虽然没有剪很多，我打算今天也再剪一点，因为太长了。 Luca 会学那个青蛙叫吗？什么青蛙叫？台湾很多咬字不清楚，但是超有人气。Lemon 的味，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意思吧 ？Unit 的死神还要学弱语，那个是 Why 还是 When？ 就是 Why， 没有意思。Why， 还是因为今天有洗头？哦，对，我今天早上有洗头。也有可能就是今天湿气比较，对，因为是台风天嘛。你说会唱哪一首？原来没有意思哦。对啊，那个我也真的没有意思，难怪看起来比较划算。那明天就不会洗了，没错。卢卡知道了哥哥吗？当然呢，可是感觉头发没有那么毛躁。我一个月前应该是烫头发的关系，目前还蛮顺的，比较不油。没有，我头发一直都没有很油，只会干。
今天感觉很睡，前粉都快戳到眼睛。嗯 ，Lemon 我不是有唱过吗？あの日のかな、それともその日のやつかな。目前看起来很直很顺，没有洗会扁，没有洗会扁扁的吗？就不会毛躁，没认真听的。对，其实我刚才唱的不是 Lemon 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どんなやつかな、東のかな、それとも西のかな。あの日のかな、それともその日のやつかな。有啊，我在想说你在唱什么。这个是日本的，有一个漫才师的梗。对啊，算是梗。唱日文我都在发呆，没发现重复点歌。还有什么、啊？就是开头，这个梗就是呢，有两个漫才师，其中一个人说，我在 KTV 唱的时候，我的朋友都不会帮我喊 call 啊什么的。然后另外一个说，是不是你的选曲的 choice 的问题？你选的那个曲子的问题，你要不要唱来看？然后他唱，他一开始唱《見つめ合うと》，然后以为是哦，那个一开始听起来以为是日本的很有名的有一首流行歌，对不起，我忘记这首歌的 title。对对对，前奏。对，前奏先。見つめ合うと、気は beautiful day、決まって beautiful day とか、あの日のから、それともその日のやつからとか。对，然后就其中一个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旋律？两首接起来，不是没有接起来，根本没有这首歌，就是一开始听起来很像哦，我知道的那首歌，可是后面听起来好像是不是，好像不是，就是后面听起来是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歌，有时候听到就回不去。原来是这样乱接，好像很常看到这种笑点。对，然后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東のかな、それとも西のかな。就是那个人就说啊，我会唱有一首歌《逆袭的歌》，西野加奈的歌。然后另外一个说，那你这次要不要好好唱歌？然后唱どんなやつかな、東のかな、それとも西のかな。对，他这个梗的意思就是，他说的西野加奈不是西野加奈唱的歌，是歌词里面有西野加奈。我也常常把金包跟什么的混在一起。哎，卢卡刚刚在搞笑，那现在还来得及笑吗？哈哈哈哈！我想一下，对，なんとかかな，你们知道かな的意思吧？就是是什么东西吗？对，日文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是用什么什么什么かな？是东吗？还是西吗？東のかな？哎。東のかな还是西のかな。日文不好的我居然懂了。对，然后唱了西のかな，然后就接一开始的あの日のかな、それともその日のやつかな。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あるこるじょきん、消毒笑い手洗い remember。 就是一开始听起来很像歩こう歩こう私は元気，但其实不是。其实是这首就是一首防疫的歌。
对，一开始是龙猫，所以才所以后来有另外一个漫才师就吐槽这是什么旋律，就可能是蛮会乱接的，没有没有，陆凯记得很清楚，对啊，这个在日本蛮有名的。TP 也可以这样玩吗？这个、哦、可能我们需要一个，我们需要一位作曲师。那个团体叫什么、啊？おいでやすこが，全部是平假名。おいでやすこが，像是我最喜欢嘉玉之类的。嗯，有一点不一样啦。ワンちゃん何してんの？やめてよ。ワンちゃん何してんの？太太晚，我没在管就。一直在玩，あの日のかな、それともその日のやつかな。ポンちゃん在做什么坏事呢？他刚刚应该是爬到柜子上面。我最喜欢卢卡，哼哼。陆凯眼皮还会跳吗？哦，今天还好哎，今天还好。公演有一首歌，好像前面有唱起来很像雨晴的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你这样唱久，应该会回不去了。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、そ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。对，这是真正的 lemon。あの日のかな、それともその日のやつかな。陆凯今天有出门？有，我有去楼下丢垃圾。你嘟嘴害我很想截图，是不是要洗的衣服们？你的膝盖怎么了？刚刚有人问过吗？有啊，我已经被问四次的样子。好，就是我昨天练培训的时候啊，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或是地板上，自己可以选择。然后我一开始在坐在椅子上，可是我要笔记的时候，我发现这样很难笔记，所以我决定我这样做，然后把我这样做就是这边柜子，然后把椅子当作桌子，对。然后一回家发现我的脚变成这样了，好险我没问，我刚差点要问，没事的，我前面已经被问很多，前面刚开播的时候已经被问超多次了，对，我解释完之后有人又问一样的问题，习惯了习惯了。丢垃圾算出门吗？算呢，我们丢垃圾的地方在外面，所以一定要用车，下雨天一定要撑伞才可以。关于说什么？你今天要唱关于你吗？今天陆凯好有耐心，晚餐吃什么呢？晚餐也今天也是猪肉。花椰菜猪肉白饭吗？啊，没有吃花椰菜。对，今天是猪肉加洋葱，还有什么呢？对，还有鸡蛋之类的，很有耐心哦。你的热高真的超级痛，如果被踩到的话。有青菜啊，有青菜，有啦，有菜。有，我有吃蔬菜。
什么菜哦？很重要吗？我今天吃什么菜？好像是空心菜，对，就是昨天前几天剩的菜。洋葱也有吃呀、啊，对，洋葱是跟猪肉一起炒的，没耐心的 ，sorry。话说今天 YouTube 上还推了一支影片给我，里面有你的 catchphrase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有人喊我的 catchphrase 是吗？很重要，甜甜圈明天会买来吃。没有，从来没有这样，从来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一个粉丝这样说，刘家吃什么，我也要吃什么。哦，甜点的话好像会这样，我吃什么甜点，你们会一起吃。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粉丝说，哦，刘家早餐吃什么，那我也早餐一，我跟刘家365天都吃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对，目前没有粉丝是这样。要知道你吃什么，今晚才睡得着。记得卡妹很爱吃空心菜。对，我头有点晕。对，眼睛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光的关系，但感觉不是。儿歌还是什么的？哦，竟然演算法，你竟然看得到那个很多人。如果这是最近吃什么甜点呢？哦，那个摩斯叉堡的巴斯克起司蛋糕，一块好像八十几块的样子，蛮贵的。我隔天晚餐都吃卢卡一样的，不用这样啦，真的。你要去买我才会买，日本儿歌的样子。哦，应该是你又没吃早餐，这样我就跟卢卡一样吃韭菜，很多只做甜甜圈，那我们可能肚子可能会很饿。卢卡只有午餐，你照三餐剖看看，说不定有人这样玩，真的不要这样。你今天要早点休息，会啦。什么两只韭菜，不好割。我都专吃卢卡不吃的豆皮啊，豆干豆皮。那只好明天来吃。卢卡中午吃什么呢？我中午吃细面加，可以沾的细面，然后里面加酱油、水、砂糖、味淋、猪肉、青葱，还有芝麻香油，对，好像差不多这样，就是然后拌一拌，嗯，然后帮他煮，嗯。我上个月才去吃了你之前发的大片的饼干，哦，好吃吗？软饼干真的很好吃，哎，我觉得面包店的软饼干也其实蛮好吃的，那个叫什么？热甜吗？对，就是。公司附近的捷运站有一家那个面包店，然后如果时间不够的时候，我都在那边买早餐，然后就顺便一起买软饼干。对，加购价才19块而已，很好吃。巴士克起司蛋糕，对，全家的泡芙吗？有啊，但我没有很喜欢便利商店的泡芙，因为皮都软掉。湿湿的，80几块吃得完哦，其实就这样而已。对，我前面吃汉堡跟鸡块，然后喝了绿茶，然后再点起司蛋糕。今天开多久？还有半个小时。素面跟新面一样，对，没错，不是荞麦面。好难学，要算了，对吧？衣服要跟我一样。最多上衣，对呀、啊，下面不用学。他那饼干还有超大片的那种哦，我知道，跟生日蛋糕差不多的大小。不是那个太太，对，乐天，哦，不是那个乐天啦，对不起，乐天不是乐天。软饼干超级甜，而且店员很可爱，
好哦，原来是店员。热甜的也不错吃，便利商店的皮都软软，对，便利商店的泡芙今天不用买。原来都有卖饼干，吃什么汉堡？我都吃原，我几乎都是那个摩斯汉堡，原味的，对。或是鳕鱼堡，对，我去吃摩斯只会点这两种。光甜的甜啊、哦，对。北侧那家饼干店都很年轻，还有人去搭讪。哦，是哦，你都看到，你都看过是不是？没有加起司吗？哦，有啊有啊，起司不是本来就有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啊、哦，现在好像只有起司了，有，以前有摩斯起司汉堡跟摩斯汉堡。你也可以把饼干直接放在外面，餐厅那就变软软的。不行，那种饼干不好吃。鳕鱼堡蛮好吃的，对呀、啊。我在排队等结账，前面的在要 IG。那个太太还没有时间去吃。什么是太太？太太？有店员的 IG 吗？我帮楼下问。明天去北车看看。你们都是，你们真是的。最近吃的 Subway 软饼干。哦，对，可是 Subway 不是很贵吗？虽然很好吃。Subway 的多少啊？如果单买饼干的话，我摩斯汉堡都跟店员说要加辣，不行，加辣不行。我现在看到泡芙跟阿峰讲起家的喽，泡芙和有软饼干都会去帮你鉴定一下。你之前买那个饼干呢？哦，那个叫太太哟、哦。明天北村的家一堆甜甜圈要 IG。我也要去踩点，带上我费太太啊，恰恰哥我该你。我明天会经过北车，那家饼干叫菲尔斯太太，原来如此，多买有打折。我是加套餐大概150以下，我是吃中校尾峰广场的，店员很夏日相反的。你们真是的哈！结果是甜圈附香加 IG， 没有特别贵吧？增加去的动力。你们这些明天就去的太糟糕，要先确认那位店员明天有班吗？等等，路卡吃错了，这样不行。等等，我们11点再慢慢聊。大家吃东西还会先看店员吗？我就是个原因，妈妈吃饭的，你想，妈妈，爸，嗯，回去。但我都没注意店员，不早讲。可是完全没有露卡可爱，他的脸好笑。我在公屏里盯着看店员，决定买的数量。可是店员好看的东西真的会变好吃，比饼干还甜的店员。文章，哎，可爱的是呢。碰家吹冷气，他不是碰眼，他是碰脚。碰脚太冷了，把冷气关掉了。碰脚いつもスイッチされてよく切るもんね。知ってるよ。ね、よく切るよね。可愛いね。無視したことはいいです。先不管他了。他又要进衣柜吗？他对啊，他原本很想要进衣柜，你们都有看到对不对？然后我就盯着他，他现在就坐在这里，说、哦、我什么都没有要做啊。啊，突然想吃 Subway， 对，我最近都吃摩斯，
我发现摩斯跟 Subway 价格都差不多。对，可惜我们家附近没有 Subway。碰奖，让我们看一下卢卡的衣柜哦。该不会玉清是碰奖晚上偷打的？应该不是吧？其他人呢？碰奖其他人是有呢？嗯，好像不是。他还在寻找机会。对啊，你看他都完全不看我的脸。我都要吃十二寸的，就好贵。但稍微比较多蔬菜，应该比较健康。卢卡是素食，碰奖只会抓伤。美乃滋我好爱。我最近变胖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吃素食的关系。哦，炸鸡我没吃过的样子，应该没有。哎，不对，上次好像丽卡帮我，丽卡陪我一起买，可是很久以前忘记味道了。素食少女组，香椿酱好吃。为什么你一直吃素食没时间？对啊，嗯哼。然后有时候就练习，等一下练习，好讨厌哦，吃好吃的东西，或是练习啊，不想去练习的时候吃素食，然后练习完很累的时候也吃素食，对，然后就变胖了，又回到27吗？有可能，好讨厌哦，嘿嘿。挑战自己，我懂。炸鸡不错，对，可是那个炸鸡店很少看到。如果要吃烧肉吗？啊，烤肉吗？应该不会，我没有朋友。好吃麦当当，对。素食其实也很均衡。如果那么说吃素食没问题的，对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然后就变胖胖，不行。我去素食店没有什么东西吃，反而不会进去。你的朋友就是我们啊，可是你们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烤肉啊！真的很想去烤肉。那个，お肉食べたいね。嗯，肉食べたいよね。嗯，破奖说他也很想吃肉。还好我也没朋友，入卡我们一起走吧。要烤肉的差不多要定了，你们平常都怎么过啊？中秋节叫 TP 办晚一点的烤肉大会 ，TP 应该不太可能。这因为最近我们成员都真的变胖了，不止我，公司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。烤肉啊，我单肉，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吧。是怎么跟家人一起外面烤肉，还是去那种烧肉店？还是看月亮想着路卡过，感觉好浪漫哦。Cody 的话，感觉油花分布蛮均匀。路克是不是想吃 Cody？ 如果有路卡直播，就看路卡直播过；如果没有，就自己一个人。我有变胖啊，超胖。路卡从来好，路卡没来，好可惜。我们准备了 A5 和牛的书，孤孤单单的过，我也应该是这样。我还没跟你一起过中秋节哦，对哦，你那时候还没入坑。参加健身计划是错的，对，那天结束后有炸鸡，我从那时候开始吼，就是已经没有在管自己的自己吃的东西。看到有没有看到？我先假装没有发现，对，我看他等一下做什么。很讨厌呢，ポンちゃん見えてるよ，ポンちゃん見えてるよ，ちょっと見えてるよ，ポンちゃん。白痴吗？买一个人的烤肉架在家里阳台，生吃，胖一点才好。以前都会在家里烤肉，现在都去烤肉店。在月亮上看到卢卡，卢克 Cody。其实我中秋都没在烤肉。卢克想吃 Cody 的肉，
瑞凯中秋节那天头上会戴柚子皮吗？我不一定会买柚子耶，不然开门带一点啊。再看看他会挖出来什么衣服呢，他拿出来是什么衣服呢？不管一下，我先看他的表演，等一下才会骂他。ポジャミエテリオ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ワンちゃん、ワンちゃんバレてるよ。ワンちゃんこれ何？これ何したの今？ワンちゃんこれ何？これ何？ニャーじゃないのよ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ワンちゃん看，ワンちゃん，我刚骂他，怎么不能要这样？给我看肚肚，还装可爱。何してんの今？これ何？ワンちゃん。これ何とかやったの？やめでしょ？完全ダメでしょ？ダメでしょ？对啊，看你们有，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，他刚刚真的装无辜了。这是捷运直达的吊杆，不是。先确定上车没有不能公开的衣服吧？应该是没有。对，除非我就是乱丢，全部都塞在里面，应该没有。有没有？我都在看你，碰见自己放回去。我不知道他现在要干嘛，感觉还要做。碰见すごいジャンプ力ですね。碰见是，我不知道现在他到底在干嘛。碰见真的很，他的运动细胞真的很厉害，跳的比我还要高，跳很厉害耶。他从这边跳到上面，我158，可能超过17，应该是180左右，超厉害的。什么遗传？我跟碰见完全没有什么协同关系。直接飞过卢凯，跳的感觉180，对，超厉害的碰见。但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。我今天何してんの？やめでしょ。やめでしょ。ねえ、ちょっと強気なのあんた。ねえ、ちょっと強気なの上にいるとき。強気なの。先不管，他还在烦。如果不能输给碰见，我刚刚跟碰见打架，你看他还会啊，他这怎么办呢？之后我去高雄的时候，碰见有人会管这样的猫咪吗？有人愿意养这样的猫咪吗？真的傻眼。露卡跟碰见互动，让我看到不同的露卡的一面。我在教育他，我在教育他不要这样，但他完全不听。是不是我不够凶？你可以哦，碰见。不管他了，给我养。你们都可以给雷军管，碰见我给你罐罐翻一下卡妹。傻眼呢、欸！碰见感觉不算特别皮的猫咪，我来还好，我房间衣柜一般人都拉不开。他到底在干嘛？你觉得我要管他吗？这样感觉很危险，我也觉得、欸。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想法。
不要我继续看，确定吗？不要理他，让他自己玩吧。好哦，好想看他掉下来是什么表情，他一定会装无辜啊。等一下哦，那是什么白色衣服？我的生日 T 吗？他刚刚一个屁屁在外面很可爱。喂喂喂喂喂！すごいことになってるよ足。他想从上面进去，但是又不敢。ね、今ちょっと耳がかゆかったみたいですね。他在找着路点。見てダメでしょ、そういうことしてね。嗯，没得过马甲生真爱哟。好了，先不管他了。他会飞进卢卡的怀里吗？不可能啊！路点哦，回来了。看一下他的表演。很会跳吼。我有时候哈，就是从家里回来，不是从家里回来，从外面回来，看到我衣服在外面，真的很傻眼。就是破脚都是这样挖出来。他上次那个外套也是玩很久，对呀。但我其实比较想看卢卡表演，他决定从下面进攻。露露叉叉点歌。他是放肉泥在里面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确定没有。现在碰奖应该是没兴趣了，他走掉了。碰奖有什么音呢？他挖一挖就没兴趣了，是怎样呢？我也不懂他的想法。你有什么东西绝对不能被他翻吗？当然有啊，可是那种东西吼，我都不会。嗯，我都不会放衣柜里面。他会跳到电视上面，会。我们家电视就这么薄哦，他还会跳上去，真的很可怕。碰巧会去翻卡妹的，会。他以前不会，最近会这样了。在找壁虎，上次壁虎在那边，那边的墙壁不是那边。不会咬电视，他不会咬，他只会。走一走，我又听到声音了。先不管他了。我一想到碰奖的事情，我头真的会很痛。我们家的猫咪怎么这么皮呢？猫咪喜欢热一点的东西，冬天的时候喜欢靠近主机。对啊，碰奖就坐在我的电脑上面，所以卢卡不热嘛，他不想靠近卢卡。你不是刚刚就头晕了？对，现在头更痛了，都是因为碰奖。至少他不会抓窗帘。小时候会，超级小的时候，可是他现在变重一点。碰奖洗澡是乖乖的，超级不乖，乱叫的那种。但他不会攻击我，他只会乱叫。碰奖会抓家具，会啊，沙发。对，他会抓沙发。猫咪不都这样乱叫而已，然后很想逃跑的那种。他以前不是会攻击你吗？看来变了。他应该不是想攻击我，他是想要离开。好像有房抓的沙发，新端的沙发啊，怎么办？头好晕啊，不行，唱一下歌。我上次培训呢，好像从1点多唱到4点多，整个唱了3个小时，我后面喉咙就真的快不行了。唱关于你吗？好了，关于你也可以。
那我先关一下门，不然会没有声音。哦，哎，李冠与你，李冠跟我，李冠与你。你现在还有音乐剧要练，对，没有错。我真的会加油，虽然我真的快累死了，然后停不下来的食欲。关于你干嘛啦？看你发育正不正常。关于你的歌写着后来我们放轻松一点，会不会是因为你穿不下音乐剧的衣服？那个衣服一定可以，那个和服一定 OK 的。我这里有个面包。冠哥到底在叫谁？我这里刚好有个面包，还好那音乐剧的衣服很快，没问题。对啊，那个就是这样，或者是这样搬一把，搬一把。关于小熊的事，也关于你，关于我。小熊，小熊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这个歌。那衣服也看不出来有变胖啊。对，你有几套衣服要穿？应该是一到二，应该是。等等，关于你，关于你 ，Team SH， 哦，那是歌词哦。于是你还打了他，没有，我打的是这里，我打的是这里的肥肉，台湾的 rapper， 很像 Pac-Man。好像快没有电了。等一下，要怎么变成迷大腿深蹲？这个 A 5等级的。油花分布感觉很均匀，这都是肥肉。这样敲有用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哎，希望有用。哎，但我今天穿的衣服有点不太像唱关于你的样子。我唱歌的地方哦，我其他地方我不会唱，其他人的地方我不会唱。不然我上面穿这个裙子好，会不会好看一点？会不会好看一点？我上次好像也是穿这件。先调音，来个 OK。
这么一点，你喜欢瑜伽运动，让你快乐。恐怖的电影，讨厌香菜的味觉，爵士的魔力让你沉迷无法自拔，是你值得倔强，也许是天生好强。就是，对，四号位，
如果是五个人唱的话，四个人的啊，四号位的，对，所以呢，这 solo part 就不多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对，香菜的味觉，谢谢什么不可以色色。谢谢 Echo 的红包，好 ，Thank you, Thank you， 好热哦，我脱一下。谢谢什么真情告白。好，那继续唱歌吧。谢谢成员的搓搓泥，只是我的麦克风没电了。我们要唱，对，不能用麦克风唱，不能拿麦克风唱。谢谢孤城一封信。嗯哼，啊，对，我的告白气球没看到，啊、没看到，对我没看到。谢谢雷军的告白气球 ，Thank you。最后唱一首歌，然后就拜拜喽。那你哪一个呢？那你哪一个呢？该来跟因为喜欢你，因为喜欢你哦，也是可以啦。是可以啊，只是最近真的太多跳这首歌，有一点腻。啊，不是这首歌。跳到腻了，对。啊，跳错了。我不哭，也不要将来都好受苦。大哥的期待，跳跳走进痛苦，是因为喜欢你。啊啊，跳错了！一起喜欢你，一直留在这里，尽管这人群淹没声音，让你无时刻感觉如意。是因为喜欢你，没什么道理，但轻轻感受到就是能够见到你，胸口被扬起，暖暖甜蜜，把心紧紧占据。你到我感觉不住又烦恼，却不静静的专注听着你倾诉，感觉像我的小蜜蜂的感觉。爱你是悄悄的渴望，你缓缓一圈圈冒出。长梦想的天空一条追逐，每一次想起你，没什么道理，早已经成了你，我和你的偶遇，根本是生命一场奇迹。可我从来都相信不一样流星，每一次想起你，没什么道理。看尽闪烁赐予无敌的运气，你看向这里是谁已着急，看永恒瞬间站立。哇
不是，因为不是叫我跳舞，让我自己跳舞。谢谢陆克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博成的小辣椒的愿望。好热，啊！今天晚上我要去洗澡了。看来是拍戏告拍到淤青，当做练习。谢谢声援手搓搓泥。可是我上次表演的地方，表演的，如果上次下次要表演的话，我舞蹈动作还是要变成其他的。谢谢一凡送我告白气球，对，像是这边要先右边转，不是左边转什么的，然后跳跳跳那边，可能是一开始是上，对，我刚跳的是以前的版本，啊，不讲来的了。欸，所以到时候不能搞错，因为少的是牙，对啊，所以又要调整位置，又要换，对。但是，我也不知道下次跳的时候有多少个人在 Daisy， 对，就是不一定，以后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每个 Daisy 成员都可以跳这首。谢谢送我搓搓泥。这样会，这时候会好好盯着卢卡。好热，怎么有点感伤呢？对，如果是真的是周年跳的话，目前除了 Daisy、除了 Lika 跟思雅以外的都在嘛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次换位置之后，可能又要表演了，又不一定只有，又不一定成员就是。我们这几个人，对，谢谢雷军的啾啾你。对啊，下次跳的时候可能子萱跟你也不在啊，也有可能其他人毕业啊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反正每一次表演都是，可能之后每一次跳都是每一次都是 不一样的位置。对，又不知道是长的还是短的。接下来请听赶山列车。其他人毕业，我不知道啊。思雅的时候其实也很突然啊，他也很突然毕业，其他成员很突然毕业，其实也一点都不奇怪。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。要进入毕业潮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不要吓我，好热哦。卢卡不会突然吧？不知道哎，没意外的话不会。反正卢卡毕业我才会不在。好，思雅不算突然吧，一直都有在暗示。他是怎么暗示的？对你们也有暗示吗？不知道啊，没有人会知道未来的事情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哦，这我没有暗示哦，
对，我没有暗示，我先说我没有暗示。有啊，根本没有藏。如果毕业，我也毕业了。很多成员都暗示吧，是吗？但是呢，就算想离开，也不一定可以啊。谢谢圣人的熊抱啾啾。想要离开，不等于快要离开。对，我们大人的世界吼，比较复杂了一点呢。不是想离开就能离开，对，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珍惜每次的相遇，没错。六卡毕业那天就是我毕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说不定你们还会留级哦。可能刘家拜拜之后，你们还会说：“哦，没有，是四期生，好可爱哟。”啊，陆凯以后没有题材了，是这样吗？他说：“他就说下次年历不一定会有他了，很明显是不一定啊，所以我也不一定会有啊，我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这算名字对大人的世界，大人的世界是很复杂的。”好复杂，我只是喜欢卢卡的小朋友而已。谢谢送我小辣椒的愿望。想留不能留才是最寂寞，对，所以还是小朋友比较好。但目前不可能，就是、哦、我好想留，我好想留在这个 TP 团体，但是公司的不让我留，不，这个是不太，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。我们想留他们一定是愿意的。我会跟着卢卡一起毕业，可爱的哪个不可爱？卢卡要珍惜相遇，也会珍惜相遇吗？当然，除非换遇再考虑，不可能我只爱你，你走我也走。我哪有这么快推三期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有留家才留住，这么好用的希望营运能留入卡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原来你是我最想留家的幸运，说不定我会比卢卡早走，这个就真的不好说。对，快十一点了，很快。依依生产的微笑，怎么突然气氛变这么感伤呢？对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了。还可以见到卢卡很好几次，对呀、啊，还有很多次哦，还有超多次的。不是要快乐的结束吗？十一点见，十一点见，怎么大家都走心了？是不是？但还是见一次少一见啊，少一次，那一定的啊。最后要笑着跟卢卡说拜拜，对，我们不能哭。我去煮个水饺回来，这么感伤，不是是因为要十一点了？哦，对，快十一点了。重新时间到了，ポンちゃんも泣いてるの？啊，算了，我不要说拜拜，拜拜拜拜，走心大军最近，不行了，好啦，我只要有能吃的钱。可以吃饭，可以住的，可以租房子的钱，然后有足够的体力，就不会离开。可以呢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三十几岁的时候，说不定公司说，哦，不需要你了。我才需要三十几三开头的，我不需要，也有可能。没有的话，神秘数字，目前是真的没有啦。目前真的只能
只能靠对家里的钱吃饭住宿，对。但我也不知道我妈到几岁，我妈帮我支援到几岁，对，不可能到，不可能一直帮我给我支援。30以上，我的粉丝团也过期了。凤姐的尾巴看到吗？我需要我养你，那换我们支援。可是说不定我变成40几岁，你们说不要刘家了，刘家已经变成我爸算了。对，你们可能想要养比较年轻人，对。好了，未来的事情都不知道。奈本江，谢谢坤坤送我包包。就算40几岁，我也喜欢。真的吗？这不知道，不好说。十几年、20几年后的事情，大家都不知道。才不会，那我是爷爷的啊！我现在就是。我发现也有可爱的哦，也对啦。若可以变成老婆婆，我也要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到时候也是偶机上。你49，都快70，哎，是吗？哎，我跟你有那么多年纪差吗？我觉得你40也不会跟现在差太多，希望是啦。对，讲的好像只有你会变老一样。可是男生不是都喜欢年轻人吗？谢谢送我包包。都过了3年，20几年算什么？那时候我们也都是偶机上。对，虽然我们都变成偶机上，但是偶机上不一定会喜欢欧巴上，对不对？这话就不对了，失败以上就已经是欧巴上，没有，才没有这种事情。过10000年，我也是喜欢你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老还嫁不出去啊？因为我还没娶你，我都喜欢你了，年不年轻不是问题，可是我喜欢。我现在就蛮喜欢我爸上哦，是哦，你喜欢几岁的？年纪不是问题，没有喜欢吧，只是喜欢你而已。啊，你说你没有喜欢我爸上？ぼんちゃん、私の服、結局私の服の上。我刚刚不是把我衣服放在床上吗？结果他现在睡在那个我的衣服上。如果我要不讲完，我今天就最有礼貌。不会管年纪，因为喜欢你。但行告白现场，26，我是不是挖了一个洞给自己跳？洛克高温，他也懂那边舒服。我觉得什么可以呢？什么可以的？是吧？啊，其实他现在他原本要睡觉的地方，我放了电子琴。猫真的很喜欢睡在刚洗好的衣服，其实也不是刚洗好的衣服。两边的是哟，就是他从我衣柜那边拉的。刘家才不是我爸上，现在真的不是啦，现在是即将要变成我爸上，对，几岁以上才算我爸上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最喜欢16岁的姐姐，成熟的姐姐，幸好被跳过了。亲手女，手女得到谁？手女是30、40吗？还40几岁吗？成熟姐姐，陆可挽回一下，好啊。刚刚陆可说了什么呢？但是我附近好像是亲手女。卢卡变成欧巴桑要等卡妹生小孩，可以完全不管别人的眼光的时候就是欧巴桑，比卢卡大1岁才是欧巴桑。一般定义是18以上，没有，那是你的定义。我好像都喜欢年纪比较大的，几个月也算。嘿嘿，欧巴桑的标准是看你几岁。
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看不懂哪一句。人の服をあなたの毛まみれにしちゃってさ、もうこんちゃんの毛だらけだよ、私のスカート。こんちゃんの毛だらけじゃないでしょ。有谁有截图？陆克刚刚说他喜欢欧巴桑，怎么惨叫？可爱吗？呢，我叫你高三的呢。啊，怎么办？头真的好晕哦，这几天真的不太好。所以26岁算是欧巴桑吗？違うけど，私は違うと思うよ。好了，剩7分钟，对不起，又要快要11点了。谢谢一凡送告白气球，所以我下次就可以开。对，我礼拜天可以快，可以开，等一点点。对，每天都好晕，为什么？那也可以叫醒我吗？哦，对，我应该是我刚刚跳，因为喜欢你的关系，好累，那首歌真的好累。上次开多久呢？上次其实开也蛮久的，只因为喜欢你，没什么的理由。こうなりそう。あれ、怎么办呢？我好想吃冰淇淋哦，但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吃了，不能再吃。但我好想吃，急着会受伤。你要吃什么冰淇淋呢？我最近买到很便宜的冰淇淋，对。好像叫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一根才11块12块左右，很便宜，花生口味的，血糖太低才晕晕的，有可能，但不行啊，再吃了我真的会变胖了。哪里买的？全联。赶快吃一下，我觉得蛮还不错吃啊。目前吃过便宜的冰淇淋里面，我最喜欢。哦，看来卡妹也吃，卡妹出去前也吃了。原本有5个，现在只剩1个，这一家的。我买的时候5盒50，啊不是，里面有5个，然后1盒59块。对，花生，台湾是不是花生的冰淇淋都很便宜？比起香草什么的，对，台湾的花生真的蛮好吃，好吃又便宜，这家价格比较低，对，但是一颗。就这么小哦，给你们看，就差不多这样。等一下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这是怎样？原本这个再长一点，这个了解，就是便宜的冰淇淋哈，就是有这样的问题，对 ，CP 值高。我真的很傻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对呀，它被卖在里面，看起来不错，傻眼。用盘子吗？没关系，这样子。
又跟我的手指差不多，跟我的手掌差不多，对。嗯，对，是冰棒太长还是木棒太短？是木棒太短。木就是原本木可能就是从这边到这里，但是它现在这里是可能是，对，你看我现在已经都看到冰棒了，我只有咬一点点，这边这边，傻眼。这家体积比较小，对，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这么夸张的，啊，算了。剩三分钟，我已经吃到木板。对，一根十二块不能要求了。对，已经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啦。嗯，这价以前卖十块一只哦，真的哦，这么便宜。我姐你会呢？真的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原来以前更便宜。这个其实这个有打，已经打折，打折后的价格。对啊，最近冰淇淋真的越来越贵了。嗯，啊，好冷啊！哎，我也想吃了。对啊，很便宜，很便宜。有精神，明天早上的培训都没有了，我超级开心。对，它的外皮才是花生，没错。你下播后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甜的东西真的让我很开心，可以睡到中午了。对，那晚上我就不知道了。晚上的培训其实我蛮想去的，对，希望不会取消。我又有红包的粉丝团，加加加！嗯，台风走了吗？嗯，还是明天晚上就已经走了？明天下午出门，你还是要注意小心。OK。嗯，明天要靠近，要跑去日本。对，但我知道台风现在是那个走路方式，哎，不是台风的，台风不是这样走吗？这次的台风。好，要去日本哦，还是我要去这边呢？这边呢？这边呢？的那种感觉，应该在台湾旁边。整个大转弯，对啊，好想去日本哦。对啊，堂妹快要去日本了，她感觉很期待。好，我换了这边好了。台湾有什么黑？科技台风转到转弯，嗯嗯嗯，超羡慕的，我也想去日本泡汤。
中央山脉。嗯，我想要去，嗯，我想去日本吃烧肉。卡妹是暂时回日本还是日本工作？对，她是要去日本工作，已经上了，已经上公司，还要受起烧。如果想看麻娘泡汤还是去日本泡？当然是想去日本泡，一定的。超级烧有啊，啊，可是在我妈在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的话没有说过。火锅跟寿喜烧，寿喜烧。嗯，两个小时了。我先念板哦。麻肉我没吃过耶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柏城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看日本，应该是一样。对，第十名是柏城，谢谢柏城。第九名是 Echo， 谢谢 Echo。第八名是青云，谢谢青云。第七名是 Plus， 谢谢 Plus。第六名是 YU， 谢谢 YU。第五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谢谢一凡。第四名是陆克，谢谢陆克。第三名是强哥，对，应该是，谢谢强哥。第二名是雷军，谢谢雷哥。第一名是社员，谢谢社员。八千多啊，熊抱啦，对不起，谢谢送我粉红色的熊抱，谢谢社员。嗯有比较好吗？好很多了。好想再玩哦。玩什么东西？谢谢陆克送的许愿瓶。需要血糖？对，可是我今天吃蛮多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有许愿瓶呢？我也不知道哦。啊，活动盘。晚上好，甜的东西果然就是会让人心情好，例如油炸。还是卢卡上一餐吃太少？没有，我吃蛮多。好久没看到你，有吗？有吗？我的口红好像掉了。好了，谢谢鱼罐送我啾啾鱼。没关系，关了不用补了。这块在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不想关播，不然这样我关了耶。
没事可以整。好想玩东西，猜一下是什么狗号，什么色号呢？这是什么颜色呢？测完病就怪怪的。托利鱼就不会说金鱼话。继续开又不想关了，对。三点再关。我们想我们了吗？不用关播。对。什么是学校的教官？要开24小时吗？ No no， 不行。So， 我忘记了卡妹卡昨天不是昨天对不起，好像是昨天。昨天卡妹在我房间看，好像是粉丝帮我们剪直播的那个档，然后他就看一看。嗯，然后卡妹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在吃东西，发现大家都在吃东西，就是几乎没有讲什么话。然后卡妹问我这是正常吗？然后我说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平常一直在讲话。那是什么时候的昨天呢？我不知道他是看，我忘记他是看哪一个成员的。就是他说就是其他有些成员开直播的时候，就是一边吃饭，然后就是感觉他很享受吃饭，没有聊天，对，没有在聊天。我在那里吃什么呢？都在吃东西，吃东西很常见。对，虽然我刚刚也在吃，吃播很多，看瑞卡吃东西很疗愈嘛。啊，也有可能啦。他那个粉丝的，那个成员的粉丝也可能是因为这样觉得。那我就不了解了，我看的比较少，所以瑞卡会去观察其他成员。我没有观察，我现在很少观察，只是卡妹会看。然后沈红说：“哦，这个成员好像变可爱哦，他又在吃东西哦。”洛卡算是话题比较多，毕竟不会专心吃饭。对，粉丝都在剪那个成员的吃东西进化，应该不是，他就是看可能八月几号谁谁谁，然后看一下，然后发现哎他在吃东西，还会研究吃什么，去跟着吃，旁边都是路过。So cute, thank you。 所以是谁呢？ 我不说啦。这个我不能讲吧。可以，可以。卡妹会日本前会想看再一次小迪表演，然后要求 合照吗？已经错过了吧。已经错过了哦。 SB 根本就是 SB 不行嘛，然后对啊，可是他有去毕业演唱会，没机会了。对，以前莉卡也蛮常在吃东西，可是我看莉卡好像他都有在讲话啊，没有，他跟一五晚的时候几乎没在讲话。有时候他直接拍鹦鹉，然后他自己没有在录镜。四周年的 VIP 都不 VIP， 你们好好想一下，要不要买一般的票还是 VIP 票？嗯，混乱的家庭，摇摇直播，这是他的创意，对，拍鹦鹉片。来不及了，可是已经买下去了，就 fan meeting 了，第一次参加 meeting。 卡妹那时候已经不在台湾，对，她那时候应该已经离开了。
一般的票也要2000以上。Fan Meeting 应该做什么呢？可能会做，我觉得 Fan Meeting 应该蛮精彩的，你们可以来看一下。所以一般的买一般的票的话，不能买 Fan Meeting 的吗？可妹毕业演唱会吗？没有这种东西哦，没有这种东西哦。你是有说他生日怎么样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没有特别跟我说。只要500太佛了，蛮精彩的，除非是 VIP。好，加500，哦，原来还要另外排队，应该是吧？对啊。其实我比起是周年演唱会，比较期待 Fan Meeting。对。这是我个人自己的想法。对对对对，卢卡知道要做什么吗？知道也不能讲啊。卢卡直播一次，不知道哎，他会不会想入境？那我要去退票了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就是都蛮精彩的，对，只能这样讲。那我可以只去 Fan Meeting 吗？看你啦，看你啦。推荐坐前排吗？就跟平常公演一样啊。当然越前面越香。疫情的关系，大概都没有下台互动。对，互动这个方面的话，可能不要太期待。对，因为疫情关系。什么是排队？其实我不太知道什么是排队，可能是公演加生日会的内容。有点不太碍事。Fan Meeting P 组推荐一早去排队，不是 T 组先吗？要当天排，就是先到先抢座位。哦，原来 VIP 也要抢位置。了解，这我第一次知道，没有座位限制，先到先坐，所以要夜排。我等着看血流成河。我觉得可以不用夜排啦，对，就我没看第一组 VIP， 连自己的位置都没有，我也不太知道，因为。还是我不知道 Fan Meeting 做什么，等我一下哦。突然，你们刚刚我讲的事情，假装什么都没听到，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 Fan Meeting 的事情到底公开了什么东西？对，那你们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公开了吗？刚刚也没有讲什么，排队的事情公开了，我根本没有讲什么。那，我看一下，还是我自己先踩一下，我自己先踩一下好了，真的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因为我也不敢问呢、啊。如果真的没公开这件事情的话，我问你们就知道我刚刚讲了什么，所以我不敢问。不是位置的事情呢、啊，等等，90分钟，哦，吓死，有公开了，有，对，有，对 ，T 组跟 P 组是分开的，啊，好险。我以为这个大家都不知道。对对对对 ，T 跟 P 是公分开，然后，对啊 ，P 的我不知道 T 结束后，粉丝要离开现场吗？还是一直都在那边？
有讲咯，所以我直排 P。 没有，就是 T 结束一定要离开哦。那就好，我怕 T 结束说哦，我继续要看 P 啊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送这个位置啊，这样之前就是要这样，会被赶出去，票分开的卖的哦，了解，那一定要重排。所以 VIP P 组应该大部分都在后面，不然只买第一场待在里面怎么办？对，我可能 T 组进去就要开始排 P，VIP 应该这样吧？卢卡怎么这么聪明？好，所以一定要出去。OK， 我懂了。OK。VIP 也可以只看一场啊，可以坐在椅子下面，我的头里面看 T， 身体在外面排 P。我跟 T 组一起排 P，VIP 应该要可以留在里面才对。嗯，但是那你们加油。嗯，因为我不知道 T 组做什么 ，B 组做什么，对，所以也不能说第一排比较有利什么的，我不能讲。但我自己觉得应该没有这问题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座位。的那个跟座位相关的秩序，对，反正我不看 T 没差，留在里面。如果坐在最后排，也要留在最后排吗？不知道，我这边已经没有雨，没有风。以前我办过类似的活动吗？我是没有参加过。一期生我就不知道。真的越来越大了，哇！可是风好像没什么，有下雨，但这边风就还好。好了，我真的要关播了，各位，拜拜。如果你们等一下要玩什么东西，告诉我。你们会直接休息吗？拜拜，晚安。你们都累了，好，那就早点休息哦，晚安。